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？你们的女朋友来了，国民初恋秀子来了，这根本是仙女下凡自带电力啊！不止这样，她还摆出多个可爱表情，让摄影大哥们拍。一路疯狂放电，见到粉丝送礼也是来者不拒，亲民指数100分。秀智此次来台为了12日的粉丝见面会做准备，据说当天表演相当精彩，没抢到票的朋友只能说可惜了。